咁就有個讀緊高中三年班嘅男同學，咁樣咧就走咗去警局，佢仲要係搭的士去喎，好威好威水喎。可能零用錢比較多啦，唔知點解。咁就去到警署，咁佢就手提住一個袋嘅，咁啊類似啲旅行袋咁樣啦。即係如果大家 join 個團去 tour 嘅話咧，都大概估到嗰啲手環袋。我唔知道有冇見過，我俾資料你，我話係啲泛美航空印咗上面嗰啲手抽嘅袋，你有冇印象嗰種啊？我知道係邊種。會唔會係大家唔同 generation， 所以你唔知道？知嘅知嘅，我知啊嘛，係有嘅嗰啲。通常以前會發噶嘛，係啦係啦，咁啊竇住嗰啲，係啦，咁就稱住咁嘅袋去到啦，咁就接頭咧，對方即係警署接頭嗰個係一個女警嚟嘅，咁就嚇靚仔咩事咧？咁我嚟自首嘅，咁樣嚇咩事啊？咩事自首啊？咁二話不説，咁啊打開咗個袋，哇！個女警一望即係唔望尤志可，一望就唔係把幾火嘅，就叮咚咁樣坐喺地啊！是因為嚇親而坐咗喺地下嘅，甚至有即係我就話，因為我唔想咁誇張，我就話佢跌到地上啦。但係有啲講法就係話佢暈咗喎，即係要去喺我唔知係咪警局裏邊有個醫務室啦，係啦，咁樣個醫務室度咧就佢要翻去唞唞，係啦。總之 anyway 蹬咗地下又好，還是暈咗，總之就好誇張。喂，點解佢見到啲咩嚇成咁啊？原來個袋入邊咧係裝住咗個人頭嘅。是血淋淋的人口的。哇，好，那我們要明謝翻《蘋果日報》，因為我們call他的圖片，好，看看自首那張，這個就是《蘋果日報》畫的，那就是《蘋果日報》的職員，當然，《蘋果日報》不是一個人來的，是，那就他們當時在報章上公開這張，就是那個有個少年就拿著個袋進去自首，那雖然呢他就畫錯了個警察是一個男子，但不要緊，可能女子可以剪短髮而已，沒錯。但是裡面阿斯都說驚嚇成這樣，並扮個女警跌低，準備出第二張，但我先說一點，其實打個格仔的，也是我 Facebook 貼了那張，就據說在網絡據說這一張就是當時那個袋裡面的模樣，但是我不是 100%， 所以我先跟大家說，費事有人炒翻起翻個底，原來喂呢、這個只係模擬嘅啫。咁但係個講法好多時嗰邊都話呢張就係人頭書包，即係塞咗個人頭嘅書包。好，下一張就人頭書包睇睇。嗱，咁啊當然你見到好粗格啦。咁我頭先開始之前咧，我教阿師同埋operator 同事們啦 ，Kisson 咧就話，我話咧拆格嘅嘢，其實唔難。是啊，自動無格的。那就是呢，大家如果看著畫面你想拆呢，你嘗試一下將個焦點，譬如少少豆雞眼望著中間，然後呢這樣打橫這樣在那裡揈，其實我揈緊啦，鏡頭拍我不到，不用給我住看著畫面先，那就揈揈揈揈，那其實你約莫你會看到拆返啲格拼返做一塊東西，但是它見到是個人頭塞出來。當然如果你說現在見不到咁一陣，稍後時間呢張圖有一個相對清晰版，但放心，唔會完全冇格嘅。咁大家即係一陣出嗰張都會預先公佈俾，係咪睇到啊？嗱，出邊啊 ，Kisson 啊 ，operator 啊，哥哥都話睇到啊，好翻翻嚟啦。其實拆到格，因為咧，有一集係咪應該係 MJ 十三，應該係 MJ 十三，即係阿卓飛主持 MJ 十三，佢有一次提咗，即係藍色浪教嗰樣咧，咁應該係嗰集佢又 call， 即係出咗張圖有格仔嘅。你係開班教係啦，開班教拆格。咁我因為以前咧節目同佢哋講過咧，就拆 AV 嘅格，因為真係喺假人，即係我啲日本人教嘅，就係話你只要焦點匯合一點，少少鬥雞眼，然後一個速率咁去打橫喺度揈咧，其實你係將畫面見到個，當然啲格唔好太碎啦，即係sorry 唔好太粗啦，咁咧就可以將佢還原。原本見唔到佢做乜，你開始咦，原來見到佢喺度咩喎咁、okay, 樣嘅，即係又要落格又要拆格，係啦。咁當時我講過啦，我嗰個同事去日本集訓，見到成班假人，即係一班日本仔啦或者佬啦，就成班集體佬揈嘅。係啦，咁佢哋就為咗拆格嘅，咁唔緊要，你都睇唔到。稍後時間有一張係相對啲格係薄啲、薄格嘅，係鯊魚頭出嘅，係啦，咁就會清楚啲。咁見到想像下頭先個書包，如果張圖係真嘅，塞咗個人頭喺度，係啦，咁就點算啊？係啦，日文我想解釋一下。好嗱，一有逢有鹹濕嘢同屎尿屁咧，阿師就開始興奮嘅啦，會好。
咁咧嗱，呢個人頭咧喺日文咧就有個 term 嘅，就叫做生手啊，即係生肉個生啦，跟住然之後手級嘅手啦，係啦，冇錯，咁樣嘅。咁咧，相傳呢個戰國時代咧，當時殺咗敵軍啦，當然如果有 smartphone 啊，最方便啦，影咩睇？係咪呢件？係咪呢件？係殺咗佢，跟住然之後嗱。得啦，系嘛？咁、但系以前冇咩时代先？战国、战国时代啊，即系唔系二次大战？二次大战都冇 smartphone 啦，系战国时代，仲大家攞住把武士刀嚟劈劈下嗰个时代。好啦，杀敌军就割手级。系啦，咁为咗证明俾我自己嘅君主知我系真系怼冧咗对方嗰个阿头嘅，咁我就要锯咗佢个头落嚟。当然又帮佢梳洗下，整干净，费事阿主公见到哇咁威又突咁样。系。咁佢咧通常斩人哋个头落嚟咧，会称住佢翻去即系领赏咁。嗱，我真系奸杀咗呢条友嘅咁样嘅。所以从嗰阵时开始就系啦，有呢、這个生手啦，系啦，生手就指割咗落嚟，仲系咧，可能佢未梳洗，血淋淋啊，嗰、那个咁嘅手级嗰个人头就叫做生手，即系头先阿师都讲咗啦。如果阿主公判断，咦，哇，呢个系对方嘅大佬有相有相，咁你跟住可能叫善待对方嗰条尸体咧，就揾到佢下半截，就帮佢连翻针，帮佢梳翻靓个头，抹翻啲血迹，系啦，咁样嘅，咁样认完之后仲会缝翻落个尸体度嘅，咁样好尊重对方都。咁咧，其實原來咧手咧，即是係頸嘅部分啊，即是唔關我哋講嘅手級事嘅，咁就係頸嘅部分咧。咁日文咧頭，即一撅咧就頭，即係頭嘅咁樣。咁生咧仲有另外一啲意思嘅，咁譬如咧你倒垃圾咧，咁就如果啲冷飯菜汁咧仲有水分入邊咧，即係可能你啱啱切完個蘋果啊，仲濕淋淋啊咁樣倒咧，即係未 dry 曬嗰陣時咧，都叫做生的咁樣嘅生的垃圾。生垃圾即係可以話叫做新鮮最原始最係咪叫 raw 啊？係 raw 嘅，係啦，好，即係叫牛扒 raw 定 medium 係啦，乜叉嗰啲。明 rare 嗰啲咯，咁跟住咧，系啦，仲有一个咧，原来咧系你进行一个成人活动嘅时候咧，你唔做安全措施咧，都叫做生地搞嘢，即系火嚟火落去，水嚟水落去搞嘢，要生地去咁样啦。系啦，即系系啊，即系唔做安全措施而去做嗰样嘢嘅时候咧，就叫生地搞嘢啦。